万物皆可空气炸锅，今天咱们来炸个二两全腿，又是一个孕妇粉丝推给我的，尝一下。哎呦，五个，180度，20分钟。哎，我还烤了几个包子。这个烤包子烤过火了，有点红。新疆小伙伴的家常包子。哦，羊肉，嗯，能看到羊肉呗，就是烤时间太长了。味道还是很好喝，大鸡腿，哇，很软，哇，这鸡皮太耐吃了，有没有跟我一样死亡喝鸡腿啊？啊，又闻着味了，嗯。哦，好嫩好嫩，比我之前吃过的鸡腿要嫩很多。嗯，我那是，它主要这个嫩啊，就嫩劲儿。老师，哇，你吓死我了！鸡腿整体不错，包子味道不错，烤得太糊了，好吃。